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唱歌娱乐至高的名，早起时报用你的慈爱，下午时报用你的信息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共读上帝所加是咱的十条诫。上帝所加是咱的十条诫，第一诫：我以我灵堂我的上帝。第二诫：他为了你要变我上，我如今天可以上加的。想说，予阮真正的平安。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这是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身体健康、心灵欢喜的最平静的所在。也阮也要担心，为着业务教会中身躯有病痛，也是心神受着捆绑的来祈祷。因为我相信你是疼因的，你是因的阿爸爸上帝。也恳求你将阮的意念放伫因的心中，牵因的手，医治因的苦痛，透放因的重担。让因在人生真真情甲苦难的中间，会当感受到你的亮光，温暖因的心，照光因的路。我要感谢你，想说，我们教会有一群热情、搁爱主的青少年，只是因出席伫溪头下遐灵修的活动。恳求你保守着因在这活动的中间，彼此有好的交会，在因的心灵得到帮助，彼此交集体三个家人。未来会当真做是阮教会服侍同工，也荣耀着主的圣名。虽然伫外面的世界在改变，观念在改变，制度在改变，科技在改变，总是恳求你保守阮同人的心，也无受着这一切的影响，负面的影响，而且有偏差的行为。恳求主，予这群求学的青少年，予因知影学习信仰甲学习知识才捌共款的重要。然后就这个青年，因会当提供工作甲服侍中间得到平衡，也适合伫因的婚姻甲家庭的中间。这是阮恭敬从今仔日的敬拜献上伫你面前，恳求你祝福阮的灵团的，愿伊的嘴所讲出来话语是得到祝福的，也予每一个人领受这祝福，希望阮家己，搁再一届重新迎接着新的每一天。阮同心安尼阿头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